兄弟。要把它赶出去，不要给它在这边里面。还没有蓝色这样。我把它气到拿整包那个泡下去，我就慢慢控制它，给慢慢从这里出去那大门那边。赶牛也是不简单的工作，这是这里本地的那些村民，他们就放牛哦，放养式管理。给他赶他出去那边，他不然会跑回去我们的那边里面。赶牛探险记，赶他出去，把他控制在这里，把他控制，不要给他再往里面走了。刚才参跟我们的牛一起，那几只黄色牛是我们的，然后你看水牛，全部往那边跑去了呢，惊险！赶牛记，不要赶，其实我们是要赶它出去这里的，可是它跑那边。太多了，那水牛。它不分散了，一般跑过去那边，一般这边。我们现在把它赶出去，因为我们其实有围篱笆，后面那边是有围篱笆，所以他们直接跑去那边是死路了。现在把它们赶出去大路。往后面的又被来，分两批啊，在。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赶牛吃鸡啊，这个我就放成一集啊。人，就是怕他们啊一晚上。没有，他们又往后面那个山跑去。这样子的话之后，他们就会跟后面的堆积合在一起，还是在这个眼里面，还是赶不出。唉，头痛。人家从上面那边又跑过，跑在去下面。算了。看别人去做。好，下面了，天也暗了。好了，今天到这边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拜。